现在看到这一区的话是属于开胃菜的区域，那哦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凉拌菜色，然后 cheese 各式各样的 cheese 块，然后腌制的一些开胃的菜，然后有些喜欢吃轻食的话，这边的话就蛮适合的。后方就是寿司的区域，寿司对，那这都是现做的，然后在旁边呢就是爸爸的最爱了，白酒，好，我们是无限畅饮，就是想要喝你就拿去喝，旁边都有提供杯子可以使用，还有红酒，还有葡萄酒，无限畅饮，小朋友的最爱区吧。饼干还有刚刚看到那个燕麦片，那些是小朋友最爱，然后喝的部分的话就在旁边那边，哇，饮品的部分香甜蜜桃茶，水果茶部分，然后各种必吃啊，对，然后黑面菜杨桃汁最近很热门，只要出来就被喝光光，哇，真的吗？所以大家先抢哦，黑面菜的杨桃汁，然后冷泡茶，泡茶，冷泡茶，哎，爷爷泡的茶，对，叫爷爷泡的茶，黑糖冬瓜露哦，对，这是黑糖冬瓜露，是，对，前阵子是冷泡茶，哦、然后现在是黑糖，是黑糖冬瓜露，好，它会随时去做更新，然后有汽水部分，小朋友最爱汽水部分，免费哦，免费，甜点的话还有一些还没有上来。那我们甜点的话，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厨房，想想点心厨，是自己制作的。所以这边的点心，你跟你外面吃到会不太一样。哇，看起来好可口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招牌之一，鸭肠卤酪。鸭肠卤酪耶。那里面就是有用三星葱跟宜兰的鸭肠下去做结合，做出来的一个起司类似派的口感。好，那这个是？这是杏仁脆片的那种。哇，那好好吃哦，杏仁脆片饼干。然后上方的话，那是苹果跟坚果做的派，苹果坚果派，对，还有棒蛋糕、蛋挞、红酒桂圆青棒蛋糕，好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各式各样，好，还有布朗尼耶，我的双宝的最爱巧克力，然后这个蛮好吃，这个我个人很喜欢。这个它是酸酸甜甜的，跟旁边这是用橙那种柳橙的皮下去做的，然后刚刚拍摄的这一个是柠檬的，因为我个人喜欢偏吃酸的，所以这两个我还蛮推荐的。OK， 这是柠檬的，然后这是香橙的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旁边还有马卡龙还没出来，好，等一下摆一点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是好的，这先好。这边的话就是水果的部分，是，对，那都是当季的水果，然后都切好摆在这边，就用完餐可以吃的水果。那有一些人会喜欢，就是水果或沙拉的地方会加个蜂蜜，那我们这是蜂巢蜜，它是整片的蜂巢。直接拿过来，然后你那个蜜汁下来，哇，真材实料，真的，真的耶，蜂巢蜜也很少看过哦，大家来的话一定要尝一下。好 ，OK， 这是沙拉霸区。好，这一台，对，这一台是爸爸的最爱之一。哦，哇，看到了，生啤酒无限畅饮，哦，喝到饱，酒喝到饱，啤酒喝到饱，是的，太棒了。后方这边就是。热食区，大家的最爱。哇，松板猪哎！松板猪加上旁边有做的那种烙饼，那可以结合起来吃，超级好吃。百宝袋配上松板猪，超级好吃。好，再来是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肉酱意大利面。哇，小朋友的最爱的西班牙的哇，这是我的最爱。去意大利面店最喜欢吃的是这个。西班牙海鲜炖饭哦，好，那再来的话是小鱼先来大鱼，哇，这个好，这超好吃，很新鲜。我们这里面的海鲜都是跟大溪渔港合作，产地直送。哦，大溪渔港，
产地直送，哇，这个不得了了，天使红虾，阿根廷的天使红虾耶，肚子饿了吗？这个抛出来应该不得了了。孔雀蛤，哇，看一下孔雀蛤，白酒奶油孔雀蛤，这也很热门，一出来好就会抢光光，好厉害哦！所以大家知道要抢什么了吗？热食区更厉害的。这个更厉害的，焗烤生蚝，焗烤生蚝哦，不是焗烤生蚝，对啊，这是没了会再补，没了会再补哈，放心，这是吃到饱的。所有男生不要不要不要，就是5点半跟7点，七点半，5点半跟7点半有两场哈，然后这是羊小排，酱烧羊小排，蒙古的酱烧羊小排，啊。好，再来呢，寿喜烧牛肉，哎，这一道也是很抢手，很抢手哦。多客人喜欢吃。哦，那这种是素食的吗？素食可以，还是有素食区？这个是素食可以吃的。那如果你是素食的主义者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主厨讲，我会安排做会有做套餐给你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太棒了。素食套餐。我爸妈这吃素哎，对他们这些完全都享受不到。然后再是葱烧饼，水牛城烤鸡翅。葱烧饼的话不会直接先在上面，因为我们都是现烤，直接出炉，客人进来之后才会上架。OK， 所以等一下再来补拍。就是会热热的直接吃比较好吃。Okay， 哇，这是水牛城烤鸡翅。水牛城是一个地方，对，这是现在一般外面都是水牛城辣鸡翅，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小朋友入住，对，所以我们把它调整，就是烤鸡翅，哇，就很大的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哇，这是苦瓜鸡汤耶，然后它是凤梨苦瓜鸡汤，是，那选用的凤梨是我们这边自己本地产的二虎的凤梨，好，那喝起来就是甘甜甘甜的。好 ，OK， 就是二胡他们本地的。对，二胡。其实，在南部就是关庙凤梨，对，在北部啊就是二胡凤梨。OK， 二胡的凤梨很有名。然后就是竹笋汤，就是比较清淡。原山茄头份竹笋汤。是的，哇，满满的料。满满的料哦。是的。肚子饿了。好，再来是大溪澎湃海鲜羹。以前来宜兰大溪都一定要喝那个海鲜羹，没有喝过就没有来过宜兰。真的吗？所以你来这里一定要喝一碗。所以它不是桃园的大溪。不是，是宜兰的大溪。宜兰的大溪哦，这边的大溪。对，宜兰有大溪哦，来一定要来吃看海鲜。大溪渔港。对，这是温泉香米耶。哦，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最爱的卤肉饭，这个吗？对，卤肉酱汁淋上去超香。麻婆豆腐是这个？对，那麻婆豆腐，它是用樱桃鸭油下去做的。樱桃鸭油、味道很香哦，你有闻到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好特别哦，这是麻婆豆腐，没错。哦，好，用樱桃鸭油下去做的。哦，对，这里樱桃鸭油麻婆豆腐耶。好特别哦，这个味道真的很不一样哎！哇，看到外面生鱼片海鲜类的，哇，看到了吗？喜欢吃螃蟹的、海鲜的来这里真的是完美，完美哦！真的，不怕真的太过分了。这个如果没有带家人来享受一下，真是太过分了。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这边都拍过了，那边拍过沙，那个开放水这边还没。这个好特别哦。就是那个圣竹圣旨道。原来很像圣旨啊！哎，真的耶！一个重复一个圣那个什么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快点！这里是刚刚足以吗？还这里呢？这边的话就是冷菜部分，然后是甜的。哇，珍珠包哎！那是珍珠包，九孔包哦。因为外面很多人在排队了嘛，趁他们大家对特制的鸭掌，然后它吃起来酸酸甜甜，超好吃。这个超好吃哦，好，跟泡菜一样。哇，好特别啊！香芋，哇，好像
哎，已经有人进来了。泰式荷包蛋，好。这个叫做凉拌荷包蛋。哇，我们那我们还有哪边还没拍？这边，他现在在客人已经进来了。哇，小卷，那、啊、这个是烧麦区吗？烧麦区一些港式。哇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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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好重。我们要速度加快 ，OK。哦，茶碗蒸吗？茶碗蒸，好。哇、啊，这个大溪。大溪鱼港产品照。哇，看到了吗？然后这个是。旁边这边的话是月亮虾饼，然后现在是现炸。现炸的月亮虾饼。好，小朋友最爱。小朋友的最爱。他这边还有披萨，也是现烤的。哪里有？这边旁边这两个是披萨。哦，披萨等一下会有。然后这里有牛肉面，现煮的牛肉面，牛肉面点完，对，放一煮。大家已经进来了，就是樱桃鸭，哇，樱桃鸭耶。然后旁边是炉烤牛排，太高档了，太高档了。这炉烤牛排，太厉害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就是还有新增的，就是手卷，直接师傅帮你现场包手卷。哇，手卷，好棒哦！好啊，马卡龙是，还有冰淇淋啊，冰淇淋也有。哇，这个我的最爱耶！招牌。哇，金星马卡龙，这会补吗？会补，会补。哦，好，会补，会补哦，哈。所以第一场是五点半到七点，然后第二场是七点半到九点，就是每一场是一个小时半。好，咖啡机，哦，好，茶包区，然后这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，是在这一区。哇，好棒的晚餐哦！所以知道了哈，大家赶快来抢食哦，大家赶快来享受美食。沙拉区。沙拉区旁边还有百坚果。百坚果耶。每日五坚果，这是要有。哦，每日五坚果。是帕玛森气息。好，那就是饭店晚餐介绍到这边哦，谢谢大家。